这套案例的设计呢，还是采用我以往惯用的这种设计风格，是美式乡村风格。然后从整体色彩上来讲的话，我使用了两个对比的颜色，一个是绿色，一个是红色。这两个颜色呢，刚好扣了我的设计主题，那就是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这两个颜色我觉得放在一起很生动。另外呢，大面积的这种黄褐色的使用，我觉得让整个空间看起来能更加的柔和和温馨。我希望能把美好的时光保留在这个幸福的空间里，这是我作为设计师来说给他们最好的祝福。给你们设计的这个家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，叫做绿芭蕉，会想到什么？这名字还挺好听的。想到田园。田园风格是不是？对，就绿野。啊。我就比较喜欢浪漫。非常喜欢浪漫，对不对？而且据说你们两个人呢，怕自己就是自己不敢装修，是因为怕万一意见不统一的话，两个人会吵起来，所以你们要找一个人给你们做主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这是肯定的。所以设计师就来给你们做主。会不会到时候出现你们俩一起骂设计师的情况？应该不会吧。好了，我这么说不是你们俩紧张，设计师要紧张了。好了，绿芭蕉这样的一个家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现在马上看好不好？好。你们俩怎么好冷静，我觉得你们俩心跳太，我这手一直捂着呢。哦，就其实是紧张的表现，是不是？不要紧张啊。好，别紧张啊，来，绿芭蕉来吧。哇，好亮啊！怎么还是没有反应呢？你们俩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吗？是吗？当然是我感觉好像是走错了呢。不是，那墙没了。呀，你看见了吗？厨房的墙。太漂亮了。厨房的墙给拆了。啊，有办法，看见了吗？哎呦，可以让人爸妈来了。这还有阳台上还做床了。对，你们当时不是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睡。哇。不要激动，我爸妈来一次都没地儿住，是吗？对，真的。所以这个眼泪真的是喜极而泣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我觉得咱们倒着说，一般我都是从进门的地方说起啊，咱们从那个地方最重要的地方，你最让你流眼泪的地方说起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地台，原来家里是用一个气垫在下面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来，我们走过去。对对。我们家是一来朋友的时候，就是想要充个充气垫。充气垫。太宽敞了，太舒服了。然后那个充气垫也不平啊，睡也不好睡。对对对。爸妈来就睡那个充气垫。对，我爸妈一直都没法来，因为房子太小了，对，只能跟孩子一块挤啊，所以心里就一直过意不去。对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坐一下好不好？感受一下，来。哎呀，来坐坐坐坐。这相当于一个双人床呢。对呀、就是一个双人床。我跟你讲，两口子带一个孩子睡这儿都没问题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灯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这个灯。好看。然后平时我还想到了什么呢？啊，就可以喝茶呀什么的，也能坐在这儿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放个小茶几什么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功能厅一样的。想来以后，我再要摆个小桌，我还可以给这办公啊。对呀、办公也不错。而且这个地台的下面呢，是一个储物空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看，打开之后。哦，而且挺深的，还有可以放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儿子的玩具可有地儿放，全部都可以塞到里边，是多好啊！是不是？可真好。对对，你看这个帘子，正好把这个空间又可以跟外面的餐厅分隔开，就是老人在里面休息的时候，也不会影响到外面。对，还可以拉个窗帘，是吧？对呀、喜欢吧这个地方？喜欢，对呀，特别喜欢。看来这个地方是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成功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是你刚才也非常喜欢的就餐的区域，还有开放式的厨房。平时老公跟我说什么啊？我们这是一个墙，他说我们每天好像都面壁思过，是吧？每天都面着这个墙吃饭，因为桌子没法往边上放，就过不来人了。啊，好，喜欢。坐一下，来。太喜欢了，啊，很漂亮，你看椅子随便拉。对。整个房间的设计是美式乡村风格，头顶上还有电扇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以前我们家就吃饭的时候想开个空调，半天的凉风都过不来。对，现在都就随时想开就开一下。哦，对，不用打空调了。啊，打灯就拜托二位，直
这个实用功能，而且有一个美观的功能。嗯，我觉得我们的女主人特别的浪漫，是不是？嗯，喜欢这样的感觉吧。而且我们的顶上你看，设计了这样的木质的这样的梁，然后有绿芭蕉点题的这样的画。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像是在那个，就是意大利餐厅就餐那种感觉，因为生活的压力特别大。对，我回到家里呢，平时也很累，现在感觉回到家就像去中国度假一样，太舒服了。是，没错，在家里就找到了去餐厅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，太棒了。而且这个家的设计，他买的这个家具和你原来的家具很搭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你看，咱们过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你们原来的家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原来的。但是这个桌子放在这里和它很协调，对不对？一点不会觉得突兀啊。而且很关键的一点，你说的，你在这儿做饭的时候，有什么话想跟老公交流啊？啊，这个都可以随时的沟通。这回你不用去在上在外面去叫我去了，我在饭桌上不就看到你做饭了？没错，我做饭是吧？他的意思主要是让你看到老婆平时有多辛苦，你看啊，要多爱护老婆。我老公也特喜欢做饭，平时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陪着他。哎呦，你们俩怎么这么幸福啊？来，我们看看这边，还有木头哎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木头，这木头啊，挺漂亮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我跟你说，过去你们家这是什么？暖气管子，啊，对，我们家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一个暖气在这儿太突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嗯，所以后来他把那个暖气，认识了吧？嗯，这是壁炉，对，他把那个暖气管子给改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然后在这儿设计了一个壁炉，应该是餐厅嘛，而且里边还应该是有一点储物的空间，应该是有，嗯，哎，在这里，放个小东西，对，放小东西，而这个门和这个门也一样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发现就很特别，那边是一个真的门，这边其实没有门，但是为了让两边看起来协调，更漂亮。漂亮一些，所以呢，两边都设计成对称的，怎么样？嗯，真漂亮，挺好。看到这个客厅啊，哎，第一眼看上去什么感觉？很舒服，一个绿色的，就回归庭园的那感觉。对，没错了，绿芭蕉嘛，他就希望你们生活在一个纯自然的环境当中。这个地方，铁艺的架子，喜欢吗？嗯，这是真花吗？当然了。我以后可以在这养花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这句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。设计师说你特别喜欢在家里养花的，我特别喜欢养花，是吗？啊，这房子没有什么空间能养花的，对对对，小窗台也没有，没错。嗯，而且这个你看，它是那种欧式的，我们到欧洲去看到家里的房子外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窗架，就花架一样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就专门养花的，我看起来特别漂亮。当时我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养花，但是我真没想到他能把花都用这个设计定给咱。对对对，他必须把你的这个想法都得融入进来。哇，来看看这个，我想这个是最典型的了，就是这面电视墙，绿芭蕉。嗯，在家里会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会看到有芭蕉林在这里，喜欢这幅画吗？对，而且我一坐在这块儿，眼睛就是眼前经常有绿色，可能对眼睛也好。没错。而且这个绿色呢，对整个屋里的色彩呢，我觉得也很亮，也很舒服这种感觉。哎，而且这个房间呢，你看它的这个沙发墙也是这种贴的壁纸啊。这种原木的这个效果，上面是砖，整个这个屋子像一个小木屋一样，他想营造出这种感觉。嗯，包括你看这儿也是芭蕉叶，沙发其实还是原来的沙发，但是布艺都换了。对，沙发的布不一样了，沙发是蓝沙发。我们家原来是那种啊深颜色吧，哦，这种浅颜色的和这个。和这个墙，哎，这个绿芭蕉又搭配在一块儿了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这个报纸，报纸喜欢吗？哎，是这样的颜色，这个颜色，哦，对，看靠枕，看这个是，啊，对，这个还挺好，可以 啊，也是这个芭蕉叶，这个画的颜色跟那屋里也能一样，对，没错，它都是考虑搭配协调的，都是。这设计师真的挺棒，挺牛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。没想到。哎呀，我要是个男的，真的，我太爱他了。那不行，你不能爱他呀！你爱他，你看这你老公马上吃醋了。感谢老板，真把我一个家做得这么好。因为这么多年，我就没把那个客厅装。我们俩吧都是急脾气，上班也比较忙，就因为买套家具都能吵架。所以你们俩装修就更不敢一块弄了，是吧？得找一个人来干这活，设计师。以前啊，装修过一次，后来就不敢装修了。装修就是我们俩用买的东西，这个好看，那个不好看，我们俩经常吵嘴。对。但是装修很，哎呀，就是很恐惧。对对对。嗯。所以这次你看，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且很满意，是不是？非常满意。我们别光光聊，这还有个灯呢，我们必须要看这个灯了。菠萝灯啊，这是传说中的菠萝灯了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菠萝灯，对，挺不错的啊。中间是个大菠萝的形状，你看看啊，哎，这个铁艺的风格，哎，他注意到顶了，顶是多
这个顶是拿那个铆钉啊，然后和那个皮革这样钉在上面的，对，会有点西部牛仔的感觉，会不会？美式乡村风格很舒服那种感觉，我在家里可以穿那种随意的衣服，随便的躺躺呀，坐一坐呀，喝喝酒啊，太舒服了。因为想象没想到，当时我就非常感动，我说回到家什么样啊？没我那么稀巴烂吧？真的，我现在。太惊讶了！是，哎，老婆，还有这电视墙，我又发现点问题。好，这个电视墙怎么还有？又加出一块，好，又做了个造型。对，没错，而且是个拱形。不光这边有拱形，你看这边还有拱形的。哦，这个当中也加入了一点地中海式的风格，因为我们知道地中海都是这样的拱形的门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这个壁龛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后加的，对，拱形的。那上面可以摆一些我儿子小玩具，还可以放一些酒什么的。对，书啊、酒啊，或者一些工艺品啊，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漂亮，漂亮了，漂亮。那边是一幅油画，油画的背后是一个大的储物空间，我们看一眼，好吧？哦，来。原来这块咱家这位置是空着的，对吧？对。很大的一个空间在里边，哦，是吧？对，这么大的空间，对，不错。我原来家里头像什么熨烫机啦、熨衣板啦，这高的东西啊，就没有地儿放，是吧？只能放在阳台啊，或者是过道里啊什么，这也不错。而且还这是幅画，而且这幅画丝毫不会让你觉得背后还有个柜子，对，对吧？你会被这幅画给吸引，一进门觉得哎很有情调、啊。对不对？别人不来我家，他根本就想不起来会是个柜子。对，没错了。所以这块也挺好，然后贴的墙纸全部是这种木质感觉的。对，感觉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快看！哎，对对对，这儿忘了说了，光被你俩拖进去了。这个地方是用一些这个废旧的画布啊，然后拼接在一块，在墙上，有点像个艺术品，是不是？不错啊，不错。简直都不认识了，现在真的不认识了。哎，坦率说，其实我刚到你们家来的时候，我会有点担心，因为我看到别人家的装修，一般来说都是会比较简约简单的那种啊，而且走的风格都会比较贴近年轻人。我突然看到这个好像反差比较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怕你们会接受不了，因为这个是美式乡村风格嘛。我们可能年龄大了，喜欢这个风格。真的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从心里喜欢。非常感谢设计师给我们家带来的和谐和平。和平，平时不和平是吧？他最大的感受是带来了和平，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家，而且还不用争吵，对不对？对。红队家装的怎么样？咱们简单透明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挺不错的，真的，就是颜色方面很协调，很高、哦，颜色处理的很协调。嗯，你觉得呢？我感觉也不错，相当好。不过你跟我们家比，哎，很关键，说说。我觉得没有我们家好。天哪！真的，说实话，真的没有我们家好，太远了。我跟你讲，红队，你现在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啊。哎，但到底怎么样，其实很难说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。没准他还喜欢他们家呢，是不是啊？到底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现在一块儿跟着红队去收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看看他们家啊。好，好，走吧。我觉得一个好的空间，它不应该只是满足功能性和环保性的，它应该是可以让人自由沟通的。在我这个作品里，无论是小孩和大人，还是大人与大人之间的交流，都是无障碍的。另外，我这个空间里并没有一种特定的风格，它其实是各种风格串联起来的一个甜蜜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我讲得很用心，希望业主能够听得懂。交换的空间，情感的故事，两个有名气可嘉的房子，你家有我床，我家有你床，只要别和从前一样，一起给你们设计的这个家有一个非常甜蜜蜜的名字，叫做甜居。哦，甜蜜的甜，甜蜜的甜，对啊。为什么你们觉得叫甜居？因为有孩子嘛，加上我们一定会甜蜜的。哦，一家三口在一起一定会甜蜜，是不是？ 对， 对， 对，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释。好了，接下来马上就要摘下眼罩，嗯，让你们看到属于你们的甜居。
哇塞！你戴眼镜？Oh my god！ 刚戴啊！你俩哇，模糊的世界变成那个清晰的惊喜，变化特别大。对。我们先看一下孩子的世界，真不错。过去你们二位还说孩子重要，你看过去就是一张床，现在绝对是一个独立空间了。塞，自己开发一下，跟自己真好。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设计师，确实比较有创意啊。你看他你看他这个发展的，不光是孩子这么小，将来大上初中、上高中都可以用。而且很关键的一点，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对，有几个功能区域都很明确的啊。比如说这儿，你看书桌，孩子在这儿学习，对不对？这儿放书架，这儿是衣柜，对，都有了。生活起居学习全有了。对，衣柜，然后上面还是孩子的床，所以整个这个空间是完全属于。我看还一面镜子啊，对，有面镜子，来照一下。哎，肚子有点大。今年里还想怎么样？哎，这个镜子是一个穿衣镜啊，出门的时候在这照一下，很方便，对不对？看看你们背后。哇塞，这个墙！哎，这是谁的屁股？这出门的时候，钥匙啊，或者包啊，往这儿一挂，都没挂椅子上了。对，没挂在手上，你随便扔，扔是吧？找不着了，出门就找不到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就放在这儿了，挺棒的啊。这还是我们家原来那柜子哈。啊，对，柜子还是原来这多肉，这有缝吗？别扎着，这是真的吗？这，我先试一下。不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它真是真的这个。那小装饰，你看咱们平常就没想到过都要做这些小装饰，对。就这一点点，对，真的挺好的。好了，刚才我们看到是进门的地方，还有孩子的一个独立空间。接下来，这个小吧台，吧台把这个客厅和孩子的房间做了一个分隔。这里，同时呢，还有它的功能。二位吃个早饭什么的，简单吃饭的时候，对，不会以后，请坐，两位，不会以后，人家以后那个我跟我孩子对着你了，那没准，那有可能，咱俩喝呗，对，咱俩喝咖啡，你瞅你们俩这座位一坐就知道谁高谁低了，家里的地位一目了然，这不也是设计师那您成家安排的，那必须得是这样，是吧？在这儿你看吃个早餐什么的，绿植还有绿植。哎，莎莎两个人谈谈心，来杯红酒在这儿。那孩子全看。哎，也是啊。对啊，你就赶上上学的时候吧。哦不，这个应该算提前教育是吗？啊不，这个就不用教育了。这个不用教育是吧？对，这就是我摸着他的手，你看看，当年是吧？我跟你妈妈在花前月下是吧？听到夫人说什么呀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对，真好，还让我喜欢这块。对，喜欢这个地方。对，它这是壁纸还是马赛克砖呢？这个是马赛克，我们看这个牙口它比较低，然后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压迫感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用上马赛克，会觉得这个地方就不会有那种压抑的感觉了。这个灯里边是什么金色的，是吧？外面好看吗？这个灯，对，很有设计感，而且这个灯和咱们客厅的灯，你看是统一的，只不过大小上有区别。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细心，你看它外边搁一灯罩，孩子睡觉也不会晃着眼睛，对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挺周到的，这要不是说咱这设计师看着外表粗犷，其实内心很细腻。外表像李，外表像李逵哈，对，其实是鲁智深，对不对啊？细腻的，真好。真好，他在研究这个床板，哦，您掉下来，您这老公也够细致的，我觉得，他就是追求完美的人。我们来到这个客厅的地方，这个电视墙你看一下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喜欢。喜欢，我喜欢。第一眼看上去就喜欢，特大气，而且是那种我喜欢比较夸张的板子。哎，这桑拿板，桑拿板啊，桑拿板和这个一个壁纸彩绘的这么一个壁纸的一个结合，就是。啊，就露着一这块的色彩是比较绚丽的，知道为什么叫田居了吗？你看这里有一种那种冰激凌的那种感觉，巧克力，冰激凌，对，加咖啡，很多咖啡，哎，卡布奇诺的咖啡跟那色彩，太棒了啊！所以这块结合在一起呢，啊，这就是一面电视墙了啊。这个电视机柜也是新的，对，上面放了一些绿植啊。我发现啊，你进这家不像刚装修的，特别温馨，没有那个装修的那个。生硬的那个味道啊，咱们自然对，有好多就是装完了，一进来，哎呦，这是还是我家吗？对，就这个好像冲击力不是很大，但是我觉得比较暖心的这个，原来比较空嘛，鸽子在这儿加了三只鸟在这儿，鸽子这样有立体感，是燕子是鸽子，这应该是燕子，我觉得我比较抬的，对我比较同意女主人的看法。我们再看沙发墙这边好不好？来，哎，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就很有特色呀，这个墙我跟你说，它是拿大理石的原料和那个植物颜料
融合在一起，哎，绘制出来的这幅图。那它这效果对灯打有点金碧辉煌的劲头，没错，而且它会让有一种很律动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工人师傅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那刷墙，什么感觉？这就像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低调的奢华什么，就从局部体现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这幅整面这面墙上你看上去会有种很律动的感觉，哎，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就是这样。你看看这还真是凹凸不平的。对，没错，是另类的音符吧？对，是吧？哎呀，咱这工人就那么有艺术品，这是大师级的。看你背后这幅图片，看这个鸟啊，鹦鹉。这是报纸做的吧？哎，没错，这是报纸，其实不是报纸，是那个杂志彩页，彩页然后剪下来。你看这个嘴的位置是一个老头。发现了吗？老头的背影。是中国老头吗？还是外国老头？外国的。然后我看一下中国老头，他心好细。我看这像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这样？你看他那脑袋，我以后有点这个。你有这样的潜质，我觉得。有这样的潜质，对。这个画的底下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金刚鹦鹉储物格这里啊，对，放书也可以，放照片啊，杂物艺品，对。哎，我现在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我家原来什么样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完全给颠覆了。那你这个有点。喜新厌旧了，是纯喜新。我比较害怕，你不会，我比较害怕。我比较对你不会，对别的东西那就省下，是吧？对，这还是可以的啊。来，沙发我们坐一下，好吧？可以的。对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抱枕上面，我拿上来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坐，小鸟。这也是啊，对，那不一样。这也是一只鸟，然后咱们远处那个桑拿板呢，还有三只鸟，对不对？都是相呼应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就是卧室这边，他已经到那儿去看去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储物空间大不大？大、大。这是新加的一个柜子啊，对。哦，整个这面墙这里全部都是储物空间。哎，好了，这边呢是休息的床。对，又是你看对面有桑拿板。桑拿板，对。而且这个床上面你看，这放了一像树枝一样的梅花兰啊，兰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立体的装饰物品吧，在这里。让你躺在床上会有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，啊，很好。然后分隔点那里有一个复古的钟，对，我刚才看见了，我进来也看那个钟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对，像半夜了，有点困了。我一看他这时间，我就想睡觉。对，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呀？是搁报纸还是挂东西？这个我觉得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，都可以。哎，真好，这个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了。然后呢？是一个对更浪漫了，很浪漫的一个烛台。它是不是代替床头灯了？不过不能关电源了，得吹。只能说它是比较浪漫的一个象征。天天晚上你吹。又是两只鸟。又是两只鸟。哎，所以这个家里。一双飞嘛。啊，对，这个照片非常好啊。一双飞，哎，我新做的这个窗帘。真好，这整个这色调我喜欢。喜欢这个色调，整体的感觉是吧？整体看了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两位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看过之后的感受。你们会说什么？咱们实话实说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说吧。我感觉很惊艳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设计师真的下功夫了。然后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效果。因为我对装修，其实我挺喜欢看咱们交换空间的节目的。然后我首先还有一个疑问就是，哎呀，48小时能装成什么样？能装出来吗？对，简直是太惊艳了。好，用的两个字，惊艳啊，非常的满意。你觉得？我觉得我应该是觉得是设计师跟那个工人的精心，他们体现是他们那个劳动出来的经验，对，使我一进门有一种惊喜啊，三个惊嘛，对，他们的精心和了环境的经验给我的惊喜啊，精心、经验、惊喜，对，好，二位都是非常满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设计师还有蓝队的选手请出来一块儿。咱们见个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可以拥抱一下设计师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欧派家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家装基金，还有海尔天尊空调给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。来，我们一块喊出那句话：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家装。